看这边是个戴着帽子的小姐姐，带了一窝二傻子。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哈士奇吗？啊，这个家伙还是地中海造型的呢。你看，哎，这个漂亮，这个三把火，双蓝眼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，耳朵也立起来了，看样子拉伸的，月份可能有点大一点嘛。这个有两个多月了吗？两个月。两个月。然后我刚刚看还有一个地中海，你看这个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你看。这个家伙像不像地中海啊？这个脖子上面有点开天窗，这个还属于高配的，你看一看，这个还是属于高配的，带个天窗，你看有一点点失格，看其余的倒还挺好，除了颜色有点胎毛，颜色重一点，其余的还都还挺好，长得也挺好，耳朵立起来了。这干啥？你这大清早你不叫他出来跑跑，愣是呗。这个狗是属于雪橇犬系列，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脉，它的祖先都是拉雪橇的，它和阿拉斯加和这个萨摩耶统称为雪橇山上，它不怕冷。这你看它看到它不怕冷是吧？它有双层毛，一层这个背毛，外边有一层背毛是这个御天敌的，里边有一层绒毛，绒毛是这个用来保暖用的，它不怕冷，我告诉你吧，这个狗。这条狗疫苗给蛆虫做过吗？疫苗给蛆虫做过吗？做了，做了。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你看看，一脸不服气的样子。那这个狗得多少钱啊？这狗七百。七百？你刚才来说六百了，再说七百，你咋那么贵的呢？要价是七百，卖价是六百。啊，要价七百，这还有小柴犬，这个小柴犬不纯，你看看，小土柴。啊，这个小土菜，这不是纯种菜犬，这几个哈士奇还不错，这几个小哈士奇还不错。这不多钱吗？这个漂亮，你看他给别人都要600，给我们要700，这老板你不实在呀？